任何国家都有权通过国内立法维护国家安全，事实上这也是各国的通行做法。中国全面推进依法治国，将一如既往地坚持法治原则，依法规范执法，依法保护个人和组织的合法权益。你将反间谍法同外国记者的采访活动相关联是没有必要的。中方一贯欢迎各国媒体和记者依法依规在华从事采访报道工作，并为他们提供便利和协助。只要是依法依规、合法合规，就没有什么可担心的。